对，跳下去会不会摔死啊？哦，有人在那边上吊死掉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可以，这也不能做什么互动啊。啊，比如说把它割掉啊，割掉了，那它有掉下去吗？这里应该可以下去吧？哦，绿色的才好像是比较安全可以吃的是，刚刚红色的可能是比较危险的。还是他身上会有钥匙卡？手电筒。没了，就这样。他的身上也没有钥匙卡。Hello, sir, are you okay? 我怎么关掉？看这操作很复杂哦。手电筒怎么收起来啊？Hello，哦。我再去前面这个点好了。为什么这里水声这么大声？可是这又没有水。哦，在前面。不能保存吗？只能吃掉？可以啊，可是我肚子就有点饿啊，我就把它吃掉了。哎呦，这边又有一个人呢、欸。可是我没有，